只不过是我为了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做出的妥协。加班只不过是我为了在这个社会怎么下去做出的妥协。生存，加班只不过是我为了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做出的妥协。生存。生存就是活着，不会死去，不会死。哦，所以如果你想生存的话，你需要做什么？如果人想生存，人先需要空气，哦，需要有空气，还需要喝水。喝水，还有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才能生存。就是才能不死，对，所以生存的意思就是不死的意思。活着。